犬副流行性感冒病毒会造成呼吸道的感染，引起鼻炎，坏死支气管炎，是引起犬舍咳的主要元凶之一。通常会与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等其他呼吸道病毒、细菌合并感染。混合感染时，有些病毒、细菌通常由于接触病犬的鼻分泌物得以散播。犬副流行性感冒的一般症状：双侧或单侧性水样鼻分泌物，间歇性咳嗽，而且当抚摸颈部、气管，可引发咳嗽，病程可长达数周。少数会引起严重的支气管肺炎而死亡，偶尔也会导致慢性支气管炎及支气管扩张。对抗此病的疫苗通常和犬瘟热、传染性支气管炎等混合疫苗一同使用，以提供更周全的保护。